楚。大家浩哲，这次朗诵比赛你们作为代表去参加吧。好，又是大家。王老师怎么不让我去？浩哲这么帅，要我小梅公主的颜值才能配得上。就是就是。那我呢？我是说，就应该让咱俩去。他们来了，小点声，我们按计划行事。我去孤立浩哲，大家肯定会识趣的，先回教室。你就看准时机，给他套上麻袋，一顿乱打。小梅，咱们这样能行吗？当然了，大家破了相还怎么参加比赛？你少废话，快去。浩哲，小梅，你是不是过敏了？这下还有哪个男生能参加比赛啊？哎，小梅，老师，我爱你。小梅，别摘啊！校领导对你的表现很满意，尤其是你这身装扮，校领导要安排你们去市里比赛的。什么？我这黑黑的脸。哭什么？你们说小梅是造型是留着还是换回来的？小梅，今天就是冬梅的生日了，你来小卖部玩吧。冬梅要在家好好庆祝一番呢，那我一定会盛装出席的。嗯，你们记得准备礼物。礼物？他是我姨，我送什么礼物啊？蘑菇头，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呢。你姨过生日，你礼物都不送。大雅，你送什么？我。哦，原来是要做我们在美术课上做过的光画画，这是偷懒。可是这也是我用心画的呀。管你怎么样，你这幅我也拿走了。蘑菇头，幸好我还能赶紧重新做一张吧。这个光画画真有意思，你们喜欢的话点评论区链接就可以啦。
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